完了，我那个油门踩到脚有点麻，年纪轻轻脚就麻成这样，哎呦！我看你不要说，不要说到我的痛处，而且我的右脚麻掉了。你们这群坏人，我还用球就和脚踩。想要跟我一样玩赛车玩到脚麻吗？快来米特3C的 LINE 预约来玩吧！